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一。我是腾讯视频 VIP 林一，我是来自东北的精神小伙林一，你是树林的林，你是唯一的一。我今年比较感谢的人是粉丝，感谢一直支持我的粉丝们、唯一们，谢谢你们。我要感谢一直支持我的粉丝朋友们、唯一们，感谢一下大家一直以来。因为我平时会把看到的一些美好的时刻记录下来。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斯里兰卡的机场，第一次去泰国，还以为找不到那边接我的人。泰国见。这个泰国的夜市，然后。放下，分享给粉丝，我觉得这样的互动就挺暖心的。抖音。